Hello， 大家好，我是解说学者。那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是征服者。那阿克琉斯这个英雄可以说是现在咱们打排位啊，打超神争霸赛，你这个英雄真的是非班必选。可能在中低端玩家的对局里面很少会去搬这个英雄，因为玩得好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咱们打个中高端局的话，如果你可以成功熟练的使用阿克琉斯的三连，那这一套爆发可以说这套 combo 完全可以让敌方闻风丧胆。那在距离上次版本的增强之后，咱们在这次的版本之中，咱们阿克琉斯是有很明显的削弱。那这个英雄他的削弱在于他大招的 buff 增益 buff 时间持续时间是有降低，原本咱们的持续时间是10秒，那现在是5-6-7秒。那随着等级技能等级的提高，来进行增加时长。撤退。所以这怎么说呢，我来先把这声音给关了啊。所以呢，这个英雄你甭管他有没有就是大招技能进行削弱，他这个英雄还是不能放出来，因为他这个增益 buff 5秒，一波团咱们敌方打到你身上核心输出时间也就那么几秒，是不是？那不过这个选前的这个时间是削弱了很多。那这边可以看到，那猎魔直接被追杀 ，Q 技能不早交，那这边可能要死。但是这边我技能没有点，就要来准备救的一手。那边 Q 技能直接给上去，那边敌方直接没有选择继续追。那这个猎魔的话，我如果刚不给个 Q 的话，他可能是要死的，因为敌方控制技能比较多。那再一手 combo 打到他身上，他这小身板子上来454的血，必死无疑。鬼哭这边打套路，直接把兵线拉走。行，挺机智的。好，那这边咱们把兵线压到中路。那因为我上来的话是点的这个奥义的话，没有点奥义，然后三技能没点，但是我这边点 Q 技能来进行削弱暴烈狙击血，让他前期对线对的这么刚啊，这么刚就打他。那像一般咱们阿克琉斯在目前版本的话，像一级上线咱们可以点奥义，也可以选择去点三技能被动。那这边我天，鬼哭断个兵线要不要这样，又是这三个人有毒啊他们。那这边我是没有带蓝，我也是为了尽早的把瓶子做出来。这对于咱们现在不点钱来说，中单短手英雄对于他的补刀功底可以说是很要求了。如果你这个补刀漏很多的话，你可能在前期2分钟之前，1分45秒、1分50秒之内，你是做不出来一个瓶子的。那像现在我阿克琉斯是点了一手坚硕，当然咱们也可以点一个 N 次解脱，但是我这边的话还是随着个人喜好进行加点嘛，是不是？但你不要点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奥义，就比如说一些在前期对线上咱们用不到的那些奥义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兽人这目前压线是压不过，他身上带了一个灯儿，想干啥啊？这一刀抽过去。那为什么阿克琉斯这个英雄恶心呢？在前期他对线的时候，三技能被动之一抽一抽的，380范围的真实伤害顺劈。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真实伤害，也就是说你打到他身上的时候是个全额伤害，那这可能在前期没有多大作用，但是打到中后期，你装备稍微更新出来一点之后，是吧？那个伤害真的是，很够的啊。那这边我也是及时把自己瓶子做了出来，那这边选择控一下符，下路的话是一个隐身，我并没有选择及时控，因为这波线的话是已经逼到我们家塔底下，我这边蹭一个四级，那边控一下符。好，直接控个隐身，那这边下路这个是必死无疑了。好，阿克琉斯前期的游走杠能力可以说是非常之强，在达到四级之后，他可以拥有两个控制技能，而且这两个控制技能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恶心。W 技能可以这个，拉住他走位2秒再抽一下，好，一血，是吧？非常风轻云淡的一个一血。然后控了一个符之后，咱们像前面视频也有说过，咱们在前期打比。咱们之前对局的时候，这个2、4、6分钟的符可以说是非常重要。那最重要的还是一个2符和4符，这两个符可以说在前期对线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2分钟的时候，咱们等级会先提升到一个3级，那到4分钟的时候，等级会提升到第一个6级。那这边 Q 技能跟上去，暴力狙击应该是要被留。这边控制你妈较早了。猎魔的话，这边控制交的有点早，所以
那这边双子可以绕后一下进行去击杀他，兽人必须死，是吧？哎，这边绕后还在等，那这边我也不急了。好嘞，哎，直接转过来，他这个走位非常的可疑 ，Q 技能跟上去，好，这边过去都不用过去了，直接 Q 技能戳死，那直接这个兽人就 GG 了，捂着自己的菊花说，我、啊是吧？好疼，好疼的说。那其实本来水彻在咱们排位刚出半月的时候就已经打到圣贤二了，但非常残忍的是，我现在还是个圣贤二。就我已经不好意思说这现在圣贤二是个非常高端的局了，也就只能算是中端局了。圣贤二，那现在高端局已经划分到使徒了。那我最近的话真的感觉就是，首先我个人的话时间不是很多，那其次就是哎，打的确实有问题，长时间不进行打游戏的话，自己这个节奏感的话还是会有很大的问题的。那这边可以看到我第一件装备出的是650的极星靴，哎，极星靴这个装备的话，咱们第一件装备征服可以更新的装备就是土遁靴，也就是说咱们的传送鞋。那这个装备更新出来之后，咱们可以三路击士打，这边打得非常快。那这边在我没有达到一个六级的情况下，哎，继续来到中路想要干个对手，哎，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边咱们家人在蹲他。那其实等级压我没有关系，但他已经死了两次。哎，转过来之后，哎 ，Q 技能大招技能给过去，砰，是吧？这就是三连。当然，咱们三连的话一般是独自一个人完成。那三连的顺序分别是 W 技能套到他身上。Q 技能接住 W 技能给的那个方位，然后在给完之后大招技能瞬间释放下去，然后等他快要逃脱出 Q 技能范围圈之后， W 技能拉回来，用 Q 技能把他击飞的那个瞬间，大招技能可以很快的完成一次衔接。那这样的话一套无缝 combo、就已经打了出来。那这一套 combo 的话，在前期秒一些小脆皮什么的根本没问题。那船长这个英雄的话，上手难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个人是这样感觉，上手难度还是蛮高的，因为咱们要掌握他这个控制的时间，以及 W 技能拉过来和三连的把握的一个切入的点儿，所以在新手玩家的话还是很难掌握的。好，那边继续对一下线，那这边达到一个七级状态，那这边我可以去写，哎，上了个。哇，这个鬼哭非常溜，临死之前反杀一个。那这边我用鸟把我的这个传送接给运过来，哎，那这样的话等会可以三路支援。咱们打中路一定要注意控符啊，这个符点真的很重要，就多控符，还是那句话，多控符比什么都好，因为你符给对面控的话，这可能造成就无法预计的一个人，你懂的。那这边我在七级的时候点了一首 N 次解脱，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个输出能力。那对面的话，现在已经被游的就是毫无还手之力了。我这边直接一个4-0，那咱们家的一个战绩是一个6-0。那这边我是想杀他，我三连的蓝是不够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大招技能范围是非常非常宽的，就只要撞到他，只要撞到他，他就非常不好受。哎，这边还是要打，我的两个幻象被他们追杀的好你妈蛋疼。有些上路还是想杀，哎，这边可以杀了，我三连的蓝是够了的，这边可以杀这个路西法，他可以杀这个小牛，哎，但这边异界邪神的走位非常可疑，虽然说他在前期很弱，力量型英雄吧，但是完全不虚他。哎，这个猎魔又犯老毛病，又是把空叫早了。哦，他又把空叫早了，他如果不叫早的话，这套 combo 打上去还是可以杀。那敌方后面四个人，好，这边过来还可以打，不虚的还可以打的。鬼哭这边只要过来配合一下，哎，好，那边直接 Q 技能大招技能跟过去，那这套 combo 已经闭眼释放了，随便杀，哎，但这个鬼哭三技能站起来直接把这人头收掉。好，那边还可以继续打，但我这边没蓝了，算了， Q 技能预判一下能打到就打不到就可以走了。我这边是一个没蓝的一个状态，哎，双子继续追杀大招技能，为什么要拉满大呢？那个距离明显秒大是可以打到他的，没有必要那大了呀。那边我控了一个隐身符，本来想回家的，那现在咱们从后边绕一下，可以杀他。哎，
那么船长加点的话，在前期，一二三技能各点一点，然后其后咱们主三技能进行去加清兵线。那这边我直接 poke 死了咱们家这个双子哈 ，W 技能拉过来一刀，哎，两刀，你这想秀谁？是不是直接留你，还想秀？就我这么好秀的话，我还能说我是造物撤吗？是吧？我还敢说我以后要打到造物者吗？真是，不要看我现在是个圣侠，但是不着急，对，都会过去的。好的，这边下了咱们家灯神的出装，非常老的一个出装哈。在这边我是这把是跟 R7 双排的，哎，因为前几把 R7 带我来个三连跪，然后他开始打 C， 然后我开始打中，这样两个人进行打的话，哎，不错的。哎，这 Q 技能炸空了，我操！哦，我，你这让我空大，我，哦，我在做视频，大哥，你这个大技能给的，真的。当时我就心痛了，就心瞬间凉了一下。好的，人现在是可以选择回家补给了。那像咱们征服者还有一件装备必出的就是引刀，因为引刀配合三技能在前期抽出的伤害，那个真是顺皮哦，清兵线啊什么的都是非常快的哈。那像征服者他这个单兵的杀钱能力并不是很高，他需要两在前期需要两到三个E 技能的被动才可以清一波兵线，那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借助 Q 技能的主动伤害来提高他刷兵线的能力了。那在前期咱们刷兵线的话， Q 技能起码要达到一个三级的状态，咱们才可以清掉，配合三技能清掉一波兵线。但你引刀出的比较早的话，像一个两级的 Q， 然后配合一个 E 技能被动，是可以直接把一波兵线清掉的。哦，这边哇，两个人先是打得非常凶，那这边可以直接留的。还留掉了。好，这边拉回来 W 技能给过去，撞起来飞起来贼。好的，这个猎魔大招技能给的非常 nice，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就追得太深入了。像船长这个英雄嘛，游船这个英雄有时候他并不是很好去击杀拿人头，尤其在高端局船长拿人头的话不是很好拿，从旁进行配合队友击杀就 OK 了。我个人感觉吧，船长这人英雄他要想拿人头，他还是得出一个龙心圣剑啥的。好，那边 Q 键戳起来，好，拿手助攻就 OK。 来了中路继续留这个中路一塔，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可以上路这个塔也是留掉了哈，兵线已经带过去了，这边直接破敌方两路塔，敌方这波很上的。好，这边两级大招。那现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敌方被游的基本上不能打了。那你看我前期游到中，我前期在中路直接把兽人游死了个两三次，然后我又去上路进行游一波，哎，对面又死了一波，下路又死了一波。那这样的话我们家队友经济都很肥，三路经济的话近乎一个无差的状态，那这样的话他无疑是很上的。好，那边引刀抽出来，哎，这个时候是卡掉线了的。好，那这边我在掉线之后我又重新过来继续去进行击杀，那边可以看到斧王也是出瓶了。哦，那这边两级，哎，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引刀做的早一些的话，两级的 Q 技能配合这个引刀的三技能是可以清掉一波兵线的。但长游的蓝量是非常非常的 you know 的。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刚刚在还要在关注这个上路，但其实后面是有人头的。哦，啊，这个大象跑哪都跑不掉，他不如往前撞，往前撞还能跑一下。哦，这时候进行击杀，可以看到 R7 直接蹦过去，非常这波伤害打得非常 nice。 那大技能直接扑一个人头，打到现在的话敌方已经可以选择收尾 GG 了。那像船游这个英雄的话，他在前期可以给队友提供的这个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因为三技能清线能力啊，以及就是哇这都戳起来了，提供的一个输出能力，然后控制能力
又非常非常高。传游这个音响的话，说它有三个孔，它也有三个孔，但你说它三位一体，这个控制的话，三个合成一个打出一套完美 combo 的话，那也是毫无问题的，因为这三位一体的这个 combo 伤害打出来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就它的三连 WQR 这三连打出来非常非常可观。像天方夜谭这个音响的话，其实最近上分也蛮不错，但这个音响的话，前期刷的能力非常高，但非常的怕控制。就如果敌方控制很多那种情况下，天灯是很恶心的。就我记得以前夜魔和这个炎魔这俩英雄啊，这真的能把天灯克的就是喊爹喊妈的那种。这炎魔一个 Q 给这个天方夜谭套上，就天方夜谭如果没 PKB 的话，真的是那画面太美了。你看敌方现在已经被针对的基本上不会打了，撞起来好得留下，这就技能衔接。那这边可以看到双子这边跟上去，这边直接断掉敌方的这个小牛，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哈。虽然说敌方拿了个路西法，金英雄的话还是蛮 bug 的。别卡我位，让我抽一刀啊！里边是讲上高，说实话，上高现在目前这个状况的话，不是很好上的。这敌方的这个清线能力还是比较强。敌方的话像反推能力非常强，而且他们很怂，他们根本不敢打团，但现在的话他们已经露出来两个人再 A 一下，直接抽死。那这样的话敌方黑三个，但无奈于敌方等级低，你妈复活的快啊，这还是不好推啊，等级低复活的快，这句话真没错。砰戳起来，现在刚打的有点深入，那如果天都不死的话还是可以打一下。那像现在的话中路是推不掉的，那我可以选择来下路或者中路去收一波线。那像我这一把的话节奏比较顺，我会去选择出一个什么呢，我会选择出一个龙心和圣剑的搭配，圣剑龙心嘛。那这样的征服在顺风局里可以说要输出有输出，要生存有生存。那边有飞的话直接先买一个3200的力量宝石，再来到 T 手，还没想好 T 哪，那 T 下吧。我直接不跟他抢线，直接来到这边看他们断人不人。那像一般传统出装的船长的话，咱们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吧，出装这东西你根据不同局势的话出装肯定不一样的。像他必出的装备的话，个人觉得传送飞靴和引刀是必出的。那剩下装备咱们可以根据情况来出三刀，或者出军神铠，或者是出 BKB 羊刀之类的东西，咱们都是可以的。就每个英雄的话，他只要把就是他必出的两个过渡装备出了之后，剩下装备咱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对于节奏的把握来进行出装。那像船长必出装备一个引刀一个传送飞靴嘛。装起来抽一鞭子，这边小牛插个眼直接要死，打游戏那直接给过去，先套一手减伤。这边4秒的减伤 buff 推不上去，推不上去吗？这边没关系，那这边还可以再打一手。现在这个减伤 buff 确实时间比较短了哈。这鞭子抽的得多疼呢。其实我现在输出还没有就是打得很高，如果我接下来输出打得很高的话，大家会看见我就打团的时候那一鞭子抽过去真是砰砰砰砰砰，就 double Q triple Q quadra Q amazing 砰戳起来。这边回头一鞭子的话还可以清波兵线，
一编，哎，大家看到没有，直接是分裂死了这擎天巨神哈。哦，这边我还想回头再浪一手，好，再抽一鞭子。那这样的话，哎，这样，哎，这样我要死啊！好，还是没死，反身一鞭子，双杀。我是被这死亡骑士他这个怎么说，他这个普通攻击和这个 W 技能哈，这个死骑这个英雄还是恶心。他只不过说这个英雄很吃装备，他如果不吃装备的话，这个英雄还蛮不错的。那这把我的奥义大家可以看到就点了一个不屈意志，因为敌方控制比较多，而且我没出 BKB。像一般情况下的话，力量英雄那些比较靠前的英雄，我会选去点一个剑硕和一个坚韧，哎，这样去出装。那敌方的话，其实他们守高地的能力非常非常强。那如果敌方在前期的话抱团走的话，我们或许不会打的就节奏这么快，但是有时候把握节奏这个东西不好说的。那这边 WQR 连戳起来，大技能砰带过去，好，直接留下。怎么说呢，把握节奏的话也是一种技巧。那这个时候是打算去出一手水晶剑。那为什么说敌方的这个守高地能力非常强呢？首先他们家这个反推进能力非常非常强，反推进能力的话他们家推线清线能力很强的，而且我们家没有一个远程的 C 位，所以我们如果想推上塔推上高地的话，这个耗血还是得拿自己的血和这个塔来进行就是交换，那这就不用多说了，肯定很亏的。好的，这边这两波团的话就是养来养去，敌方现在也差不多了。那做这部视频呢，其实我自己有想过，那这样的碾压级视频做给大家好不好，但后来想了一下，这个视频也不算是碾压级，因为首先他们家在后面守高地的话非常强，守高地能力非常强，那有的时候很多把翻盘都是在守高地这个时候来进行完成的。那这样的话就给大家就是提供一下，这个咱们守高地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才好，就如果遇到敌方守高地能力非常非常顽强的话，咱们怎么去打。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话咱们家他们守高地能力强，你们先去守，给你们守，那这边我们家是吧，就该怎么打怎么打，就多抓你们多拿经济，三路分带，然后视野做一些是吧，直接留一下。那这边也是有刚刚就说话的，就我这自己这个三杀我就没有解说出来啊。那这个三杀是怎么回事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它这三杀是我靠抽小兵和抽旁边的一些可攻击的物体进行三技能被动的分裂伤害，然后敌方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我现在这个装备抽人还是非常疼的，然后也就导致了就 double Q triple Q 这种。好，那边邪神我这个天方夜谭又爆不出来了，又爆不出来了。这敌方这个能力，这个怎么说呢？清线能力啊，还是蛮恶心。这个当然也和咱们家自己就打得很浪，透了干净的，就自己就有时候打赢团了不推塔，是吧？这人家有什么办法？哦，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鞭子直接抽的。这个一阶血直接逆马还是200的血，我也是醉了。那这边就可以推塔，敌方再过来还是可以留。这个小兽人啊，敢过来就杀你的。那出了背击之后，一鞭子射一波兵，没什么问题的。这个兽人啊，戳起来。好嘞，给一手助攻顺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擎天巨神，这你妈过来就没血了。好，拉过来再给一手技能，直接留下这个人头。哦，这个兽人这个217为什么一直推这个远程兵呢？远程兵就发两个的，他推就陪他推吧。
但怎么背击出的伤害，就如果是分裂抽出来的话，那是绝对伤害的，很疼很疼很疼，我这要死。哦，引刀，但想了一下，他这边是在他 W 技能被动的范围里，想了一下，算了吧，做人不能太嚣张，是不是？那这边我现在就已经可以出圣剑了，妈的，出完圣剑以后，真是，妈的，吊打你。我回家补给一波，那这边上古之戒做出来，哎，还差了3400，等会儿可以到敌方的血池去买装备啊。替他上路，哎，带一波线。那我们家下路这边是可以推掉的，我就先来上路就试一下水，看能不能抓个人什么的。一边我。哎，下路打起来了，不管他，不管他。先把上路边线清掉，一下让敌方破三路。那这边我们家还是少人，他们也就打着退着。就怎么说呢？说不在意，其实还是蛮在意的啊。没R27直接大R27能蹦起来 ，Q 技能直接给上去一手伤害，直接打出成吨的伤害，留下这个人头之后，R27反身追敌方异界邪神。那这边哎，这个异界邪神立马开反甲，又没爆出来。啊，这边啊。R7，哦哦，好活了。那边我也是姗姗来迟，直接推到敌方高地的时候再过来。两边的边线都带过来了。那其实我刚刚可以直接跟这波团的，就征服这个英雄嘛，不搬还是可以，就如果不搬他，他还是可以教你就做人的，就让你直接就忏悔人生了。这边也没选择上，没有选择去三路，选择直接中路给他们一波端掉啊，全带掉。这边我圣剑还没出来，我，你们虐拳不合适吧？和谐社会好不好？不要虐拳。啊，这个人头我留下了，我就替你们承担你们犯下的罪孽，你们不可以虐拳了啊，好好打游戏了啊，直接推到敌方主基地得了，多过分呢，真的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并不是有意就小虐拳啥的啊，我就是给个技能，配合队友看他们拿手助攻这种东西。哎，我要抽一下我这个圣剑的伤害，我抽你尼玛，我这个圣剑刚出，这圣剑有毒，我这圣剑出了我没有崩出来，真的是。好，那这把比赛咱们也是打完了，那喜欢谁谁可以点一手订阅，那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